妈，我送加油去上学去了哈。好。妈，你把衣服放在洗衣机那里，我送孩子上学了回来帮你洗。那好嘛，你快送加油去嘛。嗯，好的，加油，跟奶奶说再见。加油，乖，去学校听老师话哈。妈妈，拜拜。喂，小明，你回来一趟吗？妈，该怎么了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送我去医院会吗？妈，要不这样嘛，我现在让我朋友在那玩，你跟小兰带你去医院看一下。我现在呢，一个人，手头有点紧，又没得钱带你去看病，你要打电话给小兰吗？哦，小兰送加油去上学去了。没事的，你来嘛，我身上有钱。妈，你应该是吃着东西了吧，躺着休息一会就会好了。我实在吃不开身，你要不给小兰打个电话催她回来。哎，那好吧。喂，小秀啊。妈，有什么事啊？我身体不舒服，你过来送我去医院会吗？妈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现在在外面办事，暂时回不去嘞，你让小兰送你嘛。那好吧。妈，你东西了。我肚子好痛。妈，你肚子不舒服，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早点回来呢？你不是送加油去上学了吗？我不想耽误孙子的学习。妈，耽误学习不要紧，但是呢，你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，你忍一忍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好嘛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等一下，你给我屋里给我把包拿出来，我里面有钱，明天去医院要用。妈，不用了，我身上有钱的，走，我马上去医院。感谢关注。